我们长荣运动街舞学系，我们 CJCU 的专属教练 Plus One 街舞文化工作室经营者，我们2013年的台湾红牛代表，真正的我们真的是七年级生会比较常知道的一个南部的，我真的认为是传奇啦，现在是很厉害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 B-Boy 阿伦。